湾拍拍照，了解台湾的文化跟文明。李上高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来，咱来看这个酸蚵这个物件哈。其实我们台湾是珊瑚王国了哈，所以呢，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盐田呢，以前日本叫做哈上蚵，上蚵就是珊瑚了哈，珊瑚店。那么，那个丁丁礼拜哈，讲的菊园百货就是搁一家。啊，咱个尾啊，搁讲个第这边这间哈。啊，这间是咧讲啊，伊是光食堂啊，个伊边啊，就是珊瑚店。那么珊瑚呢，其实这个形真水，这个会使讲是吼，这种珊瑚啊，吼，咱台湾过去啊，真正做啊足好啊。伫日本时代是安尼啦，吼，啊，迄时阵有一个啊，日本人呢，伊伫日本看着讲，我台湾啊，有这个什么珊瑚，我伫咧家人迄个社寮岛附近，啊，伊哦，这个人叫做山本秋太郎。啊，伊底下吼，有一个渔民啊，底下咧作业时阵，啊去掠着这种，去用着这种珊瑚。啊，珊瑚咱就知影就是迄个鱼啊，因刀嘛，对不？所以后来就真侪人吼，啊开始走来遮些开发，开发咱家人诶，遮个珊瑚。啊，当然，到国民党诶时代来吼，啊国民党迄就是整个都剥削掉嘛，规个拢甲抠起来，啊抠起来哦，啊你就惨啊，啊你鱼也无通啊大，所以珊瑚嘛无啊，无得成长啊。所以这讲起来，我那也是一个悲哀。但是后来呢，听讲咱伫这个苏澳迄个所在呢，吼，咱的这个珊瑚呢，尾仔阁有一针，阁有做到起来，吼。嘿，后来那么这个呢，啊，当然是珊瑚是真，啊，珊瑚呢是死去的白化，啊，白化呢，嘿，这假新鲜吼。啊，我头先讲唔是苏澳，是南方澳，有一个人的名叫做黄春生呐，吼，伊曾经是出国吼去学这个。啊，要安怎掠这個珊瑚啊？那么珊瑚如果白化以后啦，就是变咱的啊，咱台湾人讲，伊这英语叫做 coral 啊 ，logo， 咱讲叫做 logo 石啊，其实英语叫做 coral 啊。即嘛咱 logo 石，唔知是 coral 变过来，是不是就变成 logo 啊 ？coral 变 logo 啊 ，logo 石呢，就是专门来去除用的白色的珊瑚来啊。咱来看看朋友有一个，就是用这 logo 石来去的除。我家人爬到要找一间六角厝，在这间爬到啊博物馆头前看到地图，讲是伫136号巷仔内底。哇！啊，原来已经派去了。即摆镜头转过来，朋友，朋友有真侪落过厝。以前平湖人有一句话讲，要娶某先打3年的落过招，因为平湖其他的建材真少，所以爱打着落过招来起厝。将来母子才能住了真安稳。现在镜头又转回来，家人爬到鱼港，如果就就是苦路，也就是酸河大礁啊。为什么会变成是六角礁啊，不是苦路礁呢？可能是转音吗？如果就嘛会使，最最是船的压舱石，台语讲石灯或者是土灯。离八爪啊，要看鹿角厝附近，阁有一间区域探索馆，内底有一个建本。伫内底发现着，原来家人以前也有海陆，而且海陆有个人住伫鹿角厝内底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讲一个起来哦。即最近啊，伫即个啊，咱台北啦，开始有一间日本的即个汉堡店是吧？啊，汉堡大家讲，啊，毋是美国人毋知食汉堡，开始啥物日本人咧食汉堡，人日本吼即马做西方的物件才熬做吼。那么我古呢，其实吼，听讲是日本一个漫画啦，吼，
啊，这个、日本漫画里底有一个角色叫做安妮啊，啊，伊的口头禅就是讲吼，伊那是开始兴奋的时候，伊就哇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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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讲话啊。哦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无什么意思，干啦，伊安尼哇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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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，所以咧，应该说哇咕哇咕，而且汉堡，啊，这汉堡呢，我接无你看，这看你搞的安尼吼，伊是伊的特色，就是讲伊唔是用到这个西方什么，唔是干啦，迄个西方的料理尔，伊就是将着因日本的物件，改夹入去汉堡内底，所以因就啊，创建啊这种日本式的这个汉堡的口味。那么这个好不好？嗯，这里面甚至要用秘书啦，用那个照烧酱啦，哈，看你适不适应啦，哈，来，这回来给看嘛，姐。这个日本的汉堡骨。哦。日本的。哇咕哇咕是什么意思？哇咕哇咕。哪一句的哇咕？嗯。哦，安尼无来就看嘛，姐。哦。哦。这边的先注意来哦。哎、欸，阿叫姐姐来就好啊！对啊，中山站出口。哦，什么站？中山。中山站出口就好了啊。一号，韩国就一号来处理这一个三十四号。哦，好了解。新宇航空。哎、欸，啊，这镜头这里新宇航空。哦，新宇航空的哦。嗯。楼梯上宾馆，享时光啊。一头一个，然后书店的夹层。哦，是啊，哦。第一边。哦，好行。宝盖二家吗？这是日式的汉堡。日式的，嗯、日式加国货的。美式无港。对，无港。也汉堡肉它走的方式跟无港。跟无港啊。价格跟无港。好是啊，啊较优秀。配料较侪啊。哦，配料嘛较侪。妹妹来接。哦，拢妹妹来接啊，哦，接妹妹嘛。对啊。刚才看叶中红，你就想这所在做什么啊？哎，伊既然是伫诚品书店的夹层啊，用这個玻璃那亲像日本式的，配料遮侪，你看美国的汉堡都无安尼，遮精彩。啊，这也咖喱饭，咖喱饭，嗯，咖喱饭也不错，嗯。啊，还有哪一种？还有哪一种汉堡？汉、啊、堡总共有几款？那些人在变久在，哦，嗯，在变。好，前面有音符都是推荐的。嗯、啊，有音符都是推荐的。OK。载具有吗？有。那我点一个二号。好啊，那你稍等一下、哦。招牌啊、哦。招牌是啥？哇咕哇咕，这是。那伊顶管是日文啊，哇咕哇咕啊，伊变成哇咕哇咕。啊，哇咕哇咕，咱得是个。其实哇咕哇咕的日语内底是真兴奋的意思。我很这间啊，因为我要贵啊。要贵啊！你不啊这间，我以前刚才换有一间，我知道马子上面的日本一种做便宜的一种，全球的吉野家一种，哎呀。马子亚吼，松屋啦，嗯，松屋，嗯，台湾奇怪就是评分拢无怪，所以我拢唔捌食过台湾。哦，是啊，嗯，台湾有几间马子亚，嗯，啊，一间咧西门町，一间伫新林公园。啊，一间咧，一间就是我，另外一间诶，汉堡啊，系、嗯、啊，啊伊日本诶连锁店甲美国无同，日本伊拢有特色，不管拉面还是这個。伊拢有特经有伊特色的物件，哦哦哦哦哦，所以伊唔那是卖汉堡，以后卖个卖啥？伊另外一间是卖迄个 pasta， 迄个意大利面。pasta， 哎，阿个个。啊，这间主要是汉堡。哦，了解。嗯、哦，汉堡啊，你刚才写那个叫做哇酷哇酷，什么意思？他们都要打电话去问这日本首相。嗯。伊个老公哇咕哇咕，就是雀跃、非常高兴的意思。哦，真欢喜。哎，这是暗点，真欢喜。哎，暗点跟我讲的。嗯。其实大神仙讲的。哦。塔塔酱唐扬鸡腿堡。塔，你讲了那么长。塔塔酱唐扬鸡腿堡。哦，塔塔酱唐扬鸡腿堡。辣，番茄辣。怎么？糖渍番茄辣牛。糖渍番茄牛堡，辣牛堡，好好好。
糖制番茄辣牛堡。现在就是去那边，还有另外一边要给也剩一餐具之一啊，纸的餐具啊、哦，给起来啊，把你包起来。那就是这个钱。哦。赞无？哇，赞啊！嗯、你是讲迄个抓作战，还是迄个汉堡作战？拢战。对呀、啊，这上面的是洋葱是吧？对，带。嗯嗯嗯。那这个是猪肉、羊肉什么肉啊？就是牛肉。牛肉。那全名是什么？这个是炸洋葱富士山牛肉。大洋葱慕斯山牛肉堡。富士山牛肉堡。对。富士山在哪里？富士山的这个富士山，哎、哦，无、哦、水，嗯，无水，今麦热天一波，今麦热天一波，安尼哦，今天外啊，我们请我们的随便吃吃达人来帮忙。他刚刚手有洗过，而且他用洗的非常彻底，洗了半个钟头才来拿我的汉堡，而且还抓酒精嘛，哈，各用盐酸，哦，各用盐酸哦，嗯、哦，莫怪你这个手怪怪，好食呢，好食吼、哦，对啊，你看这行李真好，嗯，拢撇过，系啊，诶，定位拢定的，啊，在什么时阵来较，拢中昼来，拢中昼。食饭进前来，哦，食饭进前爱来哦，了解，卖讲小鸡的对吧？对啊，我先订着位。哦，谢谢哦。